当女生来姨妈时，哎，宝宝吃零食。哎，不吃零食，不喝。哎，那你喝点水。不喝矿泉水。矿泉水也不喝，那。哎，老爹，你也捏。哎呀，你走开。痛痛，哎，吃点止疼药。完事的，完事的。女生来姨妈后，啊，打扰一下，请问您大姨妈走了吗？你怎么了？啊，那我就来了哈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要来索要一些情绪价值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可以的先生。是这样的哈，今天呢，我给你转一条视频，但是你一直看了没有回我，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？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上班太忙了，我可能潜意识里回你了，但是可能消息没有发出去，我现在这边马上回你呢。哎，打断一下女士，你为什么又看了一遍呢？看的时候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先生，您这边转给我的是一条 DNF 手游视频，我第一遍呢实在是没太看明白，我现在马上再仔细再看一遍，看看可以吗？哎呀，可是竟然一点都给不到我情绪价值呢。哎，先生，我现在马上恶补一下这一块的知识，争取下次和您一块讨论这个话题，您看啥？哎呀，麻烦您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有点想吃冰西瓜。哎，我这边马上给您下单一个果切，您看可以吗？哎，可是果切没有冰的呀。是的，先生，我可以下楼马上给你买。啊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哎呀，我突然不想吃了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哎，我只是想要些情绪价值啊。理解的，先生。